终于 N 代，换血逆生长，你们的毛巾我们要定啦！Z 世代师出名门，来自成都新五中肖家班，天赋异禀。我觉得在这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。谢谢。皇派大神。No one as a front row can beat me. Straight. And now let's see who is the best. Battle 大咖。彪哥，阿珠来了，最帅的女人。Hello back.丝滑升级，他用好了自己的这个属性，极大的脉持住了中国的文化。高容错新生代接棒街舞新纪元，他丝毫不畏惧前面的强者，直接 battle 呀！沉浸式乘船 battle for fun， freestyle is the future。这就是街舞第五季，周五晚上八点，星空国际。